啊，这个进前讲话都拢无共款啦！啊，恁那个头头啊，甲东京商业集团讲合约，都拢无通知我。我嘛唔知影啥物，伊坚持要甲大丰营做合作，我甲苛刻过啊。这话拢恁咧讲的啊，啊我也无伫现场啊。你即摆安尼简单两三句话就要叫我退出？ 兄弟，敢是安尼做的哈？你较认真的，我无法度改变纳米的想法，我就先甲海哥提到手。然后才发包给恁大丰营做，咱大家做伙赚钱，我绝对袂让你吃亏。这跟之前讲的都拢无共款嘛。我看根本是你想要私底下运作，所以才来甲我收掉，对无？之前咱讲的三方合作案，是咱三个人背单，那是要说变成讲，都是你发包甘甜糊瓜。 我赶快假你村的肉汤哦！这跟之前跟我哪有共款啊？啊，王兄，你当作阿朋友母，才好朋友啦。不是姚母，我好啦，少煞气啦！卖搁你我面头前，什么声声句句你爱兄弟情啦？我即马就是互我相信你们大兄，你甲我反背啦！讲什么兄弟情？在你个面头前哦，什么都唔是啊！ 要不，要不，唔免聊啊啦！我个性就是安尼啊，伊即马等咧生气，你甲伊讲较济嘛无效，等过一阵，莫伊较冷静啊，较好讲话啦。小舅，不过小舅，这位就是阮信华开发部经理，也是这届合作案主要负责人陈孝顺。小舅，吴小舅，您好，请多多指教。 这查某囡仔伊嘛算，而且搞认真是伊爸爸。敢有可能伊是紫薇的小妹？哎，大家请坐。好来。这陈经理看起来真少年啊。陈经理做代志真认真，认真负责，而且讲才调，是真好人才。多谢当初的阿老。 我看大家时间拢真宝贵，就直接开始来讨论草药。妈，哎，顾小姐，那是讲到草药的部分，之前恁公司的调查已经传互我，我已经拢看过啊。阮认为恁上野要阮分发的签约金的部分比例可能要提悬。无可能，就安尼。啊，不过照惯咧，这签约金一般是10%。 在草药店管的金额只有5%，这对阮算法来讲较无保障。你即摆是烦恼产业金伤过少，阮上野集团的无要紧这个钱，随时会反悔。陈经理，虽然这金额只有5%，也毋过阮上野集团的名是另外迄5%，我甲阮小舅拢无可能摕阮的名写公证书。阮当然真相信上野的信用。 啊，毋过讲生意本来就袂当甲咱靠信用，若无其他钱嘛无需要签约金，敢毋是？就当初长，你认为咧，是签约金重要，还是进行合约内容重要？假使讲即马就卡在遮，安尼后壁就免阁讲啊。当初长，这草药为签约金开始就无公平，虽然讲会当甲上野合作是真好。 不过咱是爱坚持家己哩。OK，小舅。签约金百分之十其实算合理，无算多。这草药就是阮上野集团的厂。董事长，无安尼啦，我请餐厅小聚餐，休困一下，大家继续。 黄总监，冠杰，阿伯，请原谅我，我先讲一声，就甲你先过来。啊，是嘞，董事长，是嘞啦。请教一下，咱这位是？阿吉社长，歹势甲你交流，我是大方营造的总监，我叫方冠杰。哦。
原来你就是饭堂的后生哦。是啊，之前小少林阿母要回去日本的那天，我为了要争取跟你合作的机会，就骑奥多麦去坐你的车，啊，一个无细里就发生车祸。对啊，冠杰为着要跟上野集团合作，连命都卖啊！小舅，是嘞，小舅，是嘞。进前甲阿欧去小舅发生一挂误会，请你代理有代料，卖跟我计较。这一切拢是我周正年唔对，真正就是嘞。红罗尼，死你妈死！请小舅。别因为我的关系就不爱考虑冠杰，请您给大方营造一个机会。好，大方营造。有啦，之前饭堂后生发生意外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是讲即摆看到你安尼徛伫遮平安无代志，安尼真好。多谢社长。本来我廖俊讲哦，我身体较好啊，这个、合作案应该是无机会啊。啊，不过即摆看起来。社长应该要跟盛发集团签约，我是要签约，现在过来讨论。所以希望社长会当给阮大方营造一个机会，维持三方合作的计划。我已经原本啊，我已经按算要跟盛发签约啊。啊，不过看在你为着要了阮的车，险要保命，讲一好命就随来机会。喂，意志力惊人啊！好啊，我即摆想要听看麦，无你安生要安怎说服我？大方营造营造的技术，而且不过一块地大家好的土地，那是跟我合作，会使降低开发的成本。这两项已经是其他的公司绝对无优势。对啊，而且冠杰的眼光足准的，伊的头脑嘛足精工的。阿哥，一出手嘛是快很准。近期，伊才为国阿邓来，就拍牌胜发，摕到土地的标案。业界的人只要听到方冠杰这个名，就足恶落的。副总，你是胜发的副总，你是大方的新妇呢。这你讲了无唔对，冠杰开始是拍牌胜发，摕到土地标案。我一直真欣赏冠杰。伊有少年人的新思维，而且为国外读一顿来，我认为佮伊合作，一定会让得到真侪创新的效果。大叔长，多谢爸，多谢大叔长。嗯，是讲听周董安尼讲哦，我才做好奇啦。好奇讲冠杰，你会提出什么新的想法？为了这个大家对超友，咱双方面都有意见啦。我觉着这是最好的机会啦，咱大家互相想看卖，看这合作的方式，还有对象。就当你感觉？当然，我认为你真好。小舅，不小舅，多谢你。嗯。冠杰，恭喜你，你成功了，你成功了。阿伯。多谢你的信任。周珍妮，你即马甲周安迪是留来要去话是毋？我甲恁爸真无干那只好阿庆阿米甲咱合作，你竟然为着大发营造甲砸落来！妈，我这拢是甲你学的啊。你不是说查某人就是爱做红菜的贤内助，安尼你的红菜才会永远爱你。你头脑较清楚诶，你即马搁说酒，不是说饭。我知影啊，我只是先把顺序对完尔，先做冠杰的贤内助，替伊实现愿望，然后我就会当卡位成功，变成真正的冯太太。所以你即马意思是，你为了要变做冯太太，牺牲家己后头找利益嘛无要紧。啊，本来就是查某囝插啦，周珍妮。哎呀妈，冠杰伊足正直的啊！你看，
伊甲敖去社长真出的合作，是大方甲盛发，啊，佮有上野集团三方的合作，伊无要规划旁走，嘛无要甲咱盛发踢出去啊。信雄，你回来啊 ？Jenny， 跟你爸回去嘞。啊，是嘞，我今仔日替冠杰讲话，无徛伫咱盛发这边。啊，不过这拢是我这个副总伫咧放假的时阵做的代志。你无做够现实的啦，我知影你想要替冠杰讲话，这点我尊重你。我再讲，你讲的是事实啦。冠杰开始是拍牌现还，你着土地标完。所以信雄，伊安尼做，你拢袂生气哦？爸，你真正无要给我骂哦？本来伫合约签订之前，任何人拢有争取的机会啊。好吧，我就知影你对我上好啊。我唔是生理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要唔过后一边，你要雄雄出现进前，先甲爸爸讲一声。阿罗无人后去社招，是讲咱爸个感情真歹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是讲爸，你哪会对陈小春这么好啊？连我这个亲生的查甫囝拢要吃醋。你何以当来散发做经理就尊嘟耍？你是安怎搁可以负责上野集团这国际大案？明明伊进前就是因为收受贿赂才死头路的，啊，即马生一个就袂出英雄回归啊！啊，你敢会伤过分啊？莫讲我，其他的同事拢感觉足无公平的。妈，你讲对无？今年的顾虑我唔对啊。乌色迄件代志，小春是受委屈的，这点你应该真清楚。我即马回复你。只是形式的工作。搁再讲，小春的工作能力本来就是得到肯定的。开发部经理来负责合作开发案，有啥唔对？好，就照你的意思，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妈，迄个人是陈小春呢。恁爸是董事长，公司的代志当然是由董事长来决定啊。搁再讲，上重要的是陈小春的工作能力。假使讲伊伫个即个合作案任何重大，我想恁爸应该做出真公平的处理。Jenny 啊，你毋是讲要替冠杰买营养品？哦，爸妈，我先出门啊。信雄，我知影你是为了妹妹宝陈静辉，才对陈小春特别照顾。啊，不过你嘛小可顾虑一下姐你的心情，啊，搁有公司其他员工的想法，莫做那想超过。超过，所以对你来讲，一条人命也唔值一个经理的职位。我的意思是，假使讲公司其他员工对陈小春插目。安内对陈小春造成真大压力，敢毋是？我敢若知影县委的每一仙钱，拢有进会费。信雄今嘛是因为妈的关系，才无甲我拆破面。其实心内根本也袂原谅我。我要赶紧想办法，让伊的心倒来我的身躯边。我亲爱的丽芳，今仔日也是照修理的呢。马紧，过恁来一个，咱真紧就咱记录面啊。你的若元，哥是张若元。敢讲伊真正回来啊？